好啦，咁今朝呢我哋用呢段时间同你缅怀下你小学嘅时光，见下小学嘅老师，见下校友。的确一个唔容易嘅经验啦，咁疫情之下呢能够喺 Zoom 都见到大家都係健健康康精精神神呢，係一件好感恩嘅事嚟嘅。各位嘉宾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胡素贞博士纪念学校沙田为胡素贞博士纪念学校校友会 Zoom 聚，现在正式开始，俾啲掌声我哋先。咁今日嘅活动咧就非常丰富啦，时间都好紧凑啊。事不言迟，我哋即刻睇第三届校友会执委回校园嘅片段。大家好，我叫吴万红，咁你可以叫我 Annie 嘅。咁咧，我系93年毕业，咁我最深刻咧就系潘伟平老师。咁因为咧，我发觉即系我已经都毕业。都20X 年啦，咁咧就睇翻啲相咧，我發覺咧，其實我由我小學3年班咧，我已經開始同佢影相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睇翻個記憶入面咧，大部分咧都係潘老師。咁而我而家嘅小朋友咧，都係潘老師去教佢嘅。咁咧，我係1998年畢業嘅，當其時咧，我就係6C班。班主任咧就系蔡佩仪老师，咁咧蔡佩仪老师咧就系我最中意嘅老师嚟嘅。大家好，我叫连柏希，咁咧我就系以前嘅胡素贞下昼班嘅毕业生嚟嘅。好神奇嘅地方就系咧，我1至6年级咧都系排第一嘅，系啊，经过何志坚主任嘅精挑细选啦，去拣咗一个优秀嘅学生跟住佢。咁啊，可以帶領埋後邊嘅同學仔都好乖乖咁行翻屋企。大家好，我叫陳子賢，我係一湖嘅畢業生。咁我而家係一位大學生，準備畢業。雖然我係讀喊校，但係咧，我最想多謝嘅老師就係上校嘅黎嘉欣老師啦。因為我上年翻去一湖補實習嘅時候，佢真係幫咗我好多，多謝佢咁相信我同對我咁好，俾咁多鼓勵我。咁咧歡迎各位今日咧參加校友會嘅 Zoom 聚啦，我係陳樂軒，大家可以叫我 Billy。非常之咁榮幸咧，成為咗第三屆校友會嘅會長。咁2021年至到2022年度咧，我哋校友會咧就籌備咗3個活動，其中咧就有運動藝術日啦、校友生涯規劃講座啦，同埋分 day。好，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各位家長大家好啊！有好多咧都係畢業生啦，亦都有見到咧，我哋好多嘅係今屆6年級嘅學生嘅。見到名咧，好似似曾相識。以前咧，我哋有啲補啊、補面啊、派補咧，嗰個感覺有時講唔出個名，但係見到佢啲字跡啊，咁誒會記得啲同學仔啦。咁希望同學咧，或者各位嘅畢業生咧，我哋都懷住呢一種咧愛一湖愛三湖嘅一個心咧，繼續。在無論在你們的學業上面，在你的工作崗位上面，繼續去發光發亮。很開心見到大家，我想兩湖都推展正向的，那好像疫情下我們不能夠真的見面聊聊天，但是呢我們透過個 Zoom 呢另一個角度想呢，我們大部分都見到的是真面目，因為真的來到呢可能要戴個口罩，沒有看得那麼真，亦都體驗到我們兩湖的無論是老師、同學甚或我們的校友呢，都延續了我們這一份呢不怕困難，我們願意接受新挑戰的精神的，就好像我們這個逆境自強，這個逆呢是疫情的逆，那我們真的會發揮逆境自強的精神。喂 Jeff， 我們今天開始這個教師送大禮的環節了。那這個環節呢就是我們幾位嘅教師委員咧，我哋精心挑選咗一份大禮物送俾抽中今日與會嘅同學。係小人啊，係沙湖嘅同學喎。嗱，呢個 file 咧其實真係好有紀念性，但係幾時出咧我已經唔記得咗啦。因为入面咧有好多我哋嘅图片咧，我哋嘅活动，我哋好多经典嘅活动嘅图片喺入面啦，满唔满意先，小维朗？吓，你咁快就满足噶啦？我入面仲夹咗一份嘢，会谂住送埋俾你噶。嗱，依一份咧，我相信全香港咧得翻我手头依一份，就系我哋咁多校信千百期入面嘅
首創刊第一期校訊。咁咧，今次我呢份禮物咧，就係珍藏版嘅四本校寶。嗱，唔好睇到佢咧，好似四本一樣喎。其實四本嘅裏邊咧係唔同嘅。咁呢份禮物咧，稍後我哋就會擺去珊瑚嗰度，咁你就可以翻去攞啦。恭喜曬，君兒。咁我咧，預備嘅禮物咧，都是非常之珍貴的，咁咧就係咧英文嘅佳作集，咁可能同學都會見到啦。哇，原來出版嘅時候咧，仲係分緊上下午校嘅喎，你見到 A.M. 嘅喎，咁我嘅珍藏咧就係兩本嘅佳作集啦。當年咧，我哋沙湖咧得仔晶晶咧係未減肥嘅，仲係肥嘟嘟嘅，咁所以咧呢條咧係珍藏版，見唔見到啊？各位嘉賓展橋，哇，我見到展橋好滿意喎。就嚟个头揼落个芒度啊！小心喎、啊。咁你举手咧，我哋俾你答。咁我哋今次咧叫做两湖大战。一阵间你一开麦嘅时候，一定要讲你系代表一湖定三湖，因为会计分嘅。准备好就即刻嚟啦。咁啊，分享咗画面先。条问题啊，非常简单嘅，就系、是、如果有一日你要见张副校长或者见陈副校长，究竟系咩原因呢？好啦，呢个三湖嘅同学，喂，李晓朗。哇！好耐冇见啦，好耐冇见，系校规。哇！你一答就答中啦，最多人系有40个同学拣嘅咧，就系、是、要跟进违规嘅个案。见埋家长。我因为要见家长，唔好意思，有一个交叉。为学校攞奖争光影相嘅时候。影相嘅时候系啦，你攞咗奖，我一定要同你影相啦。有冇呢一个咧？冇错，被鼓励啊，鼓励影相啊，掌声鼓励啊。是每次揾即系同张副校长主持一啲表演啊或者活动嗰阵时候，会见到张副校同佢排练咯。同佢排练，即系大家一定要沟通啦，互相系了解一下你心入边谂乜嘢啦。哇，互相了解问候喎、啊，好犀利喎。我认为佢请嘢食俾我咯。请嘢食非常好，张副校，你要请嘢食俾佢哋，系冇呢个答案啊！但系呢个答案好有启发性，对学校或者活动嘅诉求啊！如果有一日咧，你发觉咦，校友会咧应该举办多啲其他类型嘅活动咧，即管向两位副校长讲啊！系啦，到咗咧聚会嘅尾声啦。咁咧，而我哋嘅執委陳子賢咧，亦都準備咗咧一個活動俾我哋，就係、是、一齊彈去彈吉他俾我哋咧估歌仔。咁大家用心聽下呢一首係咩歌咯喎？嗱，即係證明我哋 live 㗎嚇，即係證明係 live 嘅。OK， 我哋俾個心心，我哋俾個心心啊，子賢嘅委員先，好嘛？哦、thank you。我哋请我哋嘅一湖嘅家教会主席。系，呢首系我哋胡素贞嘅校歌。不如啊，家教会主席，你带动我哋啊，你又唱几句得唔得咧？吓喺呢个吓咁多人面前，又话子贤伴奏。立志要坚。世代应验，莘莘学子立志要坚，前程远大世代应验。哇，好美丽嘅图画啫！系啦，头先见到咁多旧照片啦，同埋听到校友分享旧嘅以前嘅回忆咧，令到人好感动。期待我哋救生会咧，好快脆有活动同大家见面。